Karma is a bitch, you know? 火气要上来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真的过分，所以希望他明天过马路的时候给车撞，然后撞不死，然后再碾过去的时候脚撞掉分两半，就要救伤车的时候堵车救不到了。长到人头人样啊，为什么要这样讲话？我真心觉得你真的是，哇，你们这样子写真的很贼啊，懂吗？怎么这样？被这样坏了。我因为我嘴巴做的很坏，还是他骗人家这样坏？他下地狱就好，他下地狱就好。